你觉得太坑头盖脸了。昨天有没有人有谁有哪里有朋友有听吗？有听啊。有吗？有哦。有啊。啊，对，美美也有听啊。啊，美美什么都应该是 OK 的啦。好，昨天有听吗？我觉得我自己很好笑，我就坐在那边坐到哭，我觉得我好像老人坐到睡觉。不错，我觉得很好啊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我觉得已经第一次的这样已经很算不错了。对对对，我还要还好有一个很好的师兄在陪你，对对对，在陪你，不错，掌声。你要是没有每个星期一没有一个师兄在旁边陪你讲话，你不会讲话。我以前根本都不会讲话。他也是哑巴的嘞。对啊，我妈妈说我说还会我是哑巴。No，你不害怕什么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。来，其实人正浓缩的，他不开口就不开口，但是他呢一开口，行家出手便知有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你说讲话都不同，一讲话就一鸣惊人啊！来，啊来，那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，是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单啊，哎呦，刚单啊单，老师来单。当当，这里这里当。